我们走完四层啊，啊，每一组人走四层啊，分左右啊，是不是？马来西亚吉隆坡金龙园社区设立新环保点，慈济志工挨家挨户按门铃。Hello， 请问有人在吗？下一个星期咧，我哋有个环保点，你可以拎你屋企啲旧报纸啊、plastic 啊、或玻璃啊，去嗰度做环保啦。逢人就宣导，鼓励出居民的参与心。你没有去哪里，你就带姐姐来还是来？如果姐姐不要来，不要紧，你一个人来都 OK。Satu bulan lah, satu ringgit ke dua ringgit. Kalau satu orang satu ringgit, kami ada dapat seratus orang lah, kami sudah ada satu ratus ringgit. Boleh bantu satu rumah. 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募到的都是一些扫街的那些工人哦，所以我们今天去到就是轻轻的这样跟他们讲说，你要做好事帮人吗？这样他们都很乐意。小志工劝募的心和脚步同样坚定。总共募了几个？三个，总共募了很多个。跟我们讲关于我们慈济的东西，慈济做善事帮人，去帮那些有困难的人。已经在付出的或是想要投入当志工的人，同样不分年龄。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马来西亚报道。